真的什么都没有吗？哎，烂透了，八七，烂透了，游戏骗人，这随机地图做的超烂的。他现在在这个地区啊，哎呦，按到这个地区的那个地图是随机的。拜托拜托，还好我逃跑技术点满呐、啊。真是的，烂死了！好啦，没关系，我们还是走我们要走的路。臭龟龟，哎、欸，逼我打你耶！这臭龟龟，还只有一只，我受不了他了。在那边赌，烂透了。我觉得这作者还蛮厉害的啊，可以做到这种随机地图，我觉得还蛮厉害的。但有时候就会出现这种有点诡异的。其实我觉得好几层都可以看到有点诡异，就是如果你不拿宝箱，你只要持续的往上的话，那个路径真的是有够快的，一下子就可以上去。但是如果你要拿宝箱，当然就会走到比较多了。好，那我们等一下可以来看一下雪伦的新的 S 技啦。先换出来好了。193，不到200，需要 CP 200。哇！爆裂猛攻！每次那个射头像，我都在看那个魔女，喜欢她的表情。行きましょう！他换属性的魔法，就送他个女工换剑。真使腹葬送，就好像多一个针，应该是一样啊。我不知道旁边那个花花原本有没有。还弹手指，帅哦，杰伦，真的超爱他们。我还想看那个、雪伦穿便服的样子，感觉一定会令人受不了啊。真好真好。哇，有人玩到五周目。太夸张了。对啊，这边基本上就是给大家战斗的愉快的地方。皆様、良さそうな宝箱です。悠然披肩。因为其实轨迹系列战斗的成分一直都没有很高，这也是我一直很喜欢的原因之一。就主要是看剧情啊，就很爽，然后你不需要特别的练等。迷宫也都就是还 OK。一区切りか。そろそろ休もうぜ。雪伦刚好没 CP 了，估计错误。先把它换下来。但是后日谈这个迷宫就真的是有够多，有够多战斗，让我想到那个《空之轨迹3RD》那一款，也是算是一个。人家都说是叫做什么，就是补完的那种游戏，
就是让你玩那种空轨 FC SC 觉得很爽，还想要再补玩一些剧情，然后就玩那个三 RD 就对了。然后那个就是满满的战斗，评价其实有被拉下来啊。一笑啊！刚应该先看有没有买黑兔，算了，没关系，打完他再说。堕落狂龙林顿邦姆，咱要小心一点啊！呵，深渊波，哦哟！哎，有 Zero Aunt， 可是我们现在有没有 Zero Aunt 都是一样的啊，那就玩一下那个好了。玩一下挖泥马，看挖泥马，哇，久违的挖泥马，斩爆他！天冲剑，呵啊！哇你妈感觉还好，哎，还不能用魔法，好可怜哦。龙焰机根本就是让我把 CP 都耗光，呵呵，就这样来三下。来用力，看有没有把他打延迟。哦，这次没有把他打延迟了。先来给他一点大魔法，他怕换属性。就来个你，哎，居然先让对方攻击了。绝望之毒，哇，4500会痛哦。40000。对啊，我们这边都还是要先努力揍他。好啦，我要用 SG 连发来解决他了。他这样子不行啊，该给他知道我们的厉害了。林顿邦姆。产生瘴气的大蜥蜴幻兽，哦，那就纳命来吧，学长。53000而已，真没有失望。哦，看都觉得好猛，然后直接把他吸走，吸走就别来了，轰隆，哇，68000。全员 SG。呵，中姿太刀，小，超中了。好，最后交给大腿。哇！对手200000的血量直接归零啦，48 SG， 哇，天哪，到底要遇到怎样的敌人才会让我受困呢？没有的，
一切都是那么 easy。次に行きましょう。呼呼。よし。哈，好爽啊！好，我们要回去买东西。黑兔应该也可以换了，我们回去看看，因为我们拿到真的拿到很多的那个结晶回路，可以去卖一卖。结晶石啊，对，真的完全无法预测。好，怎么了？这是考验的一部分，截然不同的。对啊，这是为了什么而考验？一定有什么目的。没错，打败这里就知道了。哟西，好，那我们就先回去，需要买东西。噔噔噔噔噔。换月兔啦！一手一手，在这里，在这里。先来换钱，换钱钱，5万块钱，5万块钱还不够。有有有，这里这里这里，哇！你看我们火。活得很多哎、欸，活得很多哎、欸，卖了卖了卖了，死属性也好多、哦，卖了卖了卖了，空属性也不错多啊，卖了卖了卖了，都留个1000就够了啦，卖了卖了卖了，哇哇，老子有钱，这个燃烧的勇气啊，这个明年就会买了，好不好？现在先买。黑兔，呼呼，哦，划算，划算，太划算了。他们对话有变吗？看一下巧克力沙就知道。哦，有一天可以超越他们，希望那天也会来啊。怎么办？我们现在队伍要怎么办啊？真头疼。妹妹，破产了，没有办法。好啦，那不行呢、欸。对，我好想要有雪人在哦，雪人在就觉得很棒。换个艾玛好了，真假？李恩要换下来吗？李恩要换下来吗？可是暂时，我们看李恩看那么久了，暂时先让他休息一下，暂时好不好？只是暂时，我们这样来个梦幻组合一下。对不对？总要来个梦幻组合一下。哦，然后要买那个道具，战斗探测器啊，反正我们有的是钱，97个，这样再也不用来买了。OK 的，带白兔换黑兔。哎、欸，我走错路了。我上来看到画面，怪怪的。垃圾。你为什么要上去？这是一个好问题。等我换好罗耶之后，我就跟你讲。
噔噔噔噔噔。OK， 继续往前呢。这样蛮快的，我们打了8层楼一小时，所以如果是20层的话，真的有机会。哦，你谁啊你？20层真的有可能会打完。哎、欸，打不赢，打不赢，我、哦、是强敌，只能装屁屁，装屁屁。没问题。先来探查一下好了。米诺斯恶魔，看到黑兔了，好刺激哦！臂力为傲的双脚恶魔，双脚恶鬼，好萌哦！而且他身上的那个明星还在，太好笑了！你看战绩哦 ，S 级。